哋知道水瓶座中意每事每物都做好充足嘅準備，所以日後搭香港嘅高鐵列車就可以享受到一應俱全嘅設備啦。一等座車廂嘅每個座椅都有獨立嘅閱讀燈，另外車廂座位下面都有多地制式嘅電源插座，令乘客在旅程上都可以繼續使用電子產品，椅背可以調校角度之餘，還可以180度轉向，隨時營造一個小天地，同朋友面對面坐，享受一個愉快的旅程。